欧美流传有诸多的怪谈传说，往期节目中，鬼叔为大家讲过微笑狗、杀手杰夫和瘦长鬼影的故事。微笑的男人，你听说过吗？如果一个人经常走夜路的话，你要当心了。我还记得那晚是星期三，时间大约是凌晨1时至2时，当时我在离家只有数条街的公园散步。那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夜晚，整个数百平方米的公园，除了我和自己长长的影子外，没有其他人影的存在，甚至连流浪猫也看不到。公园附近的马路上也没有任何车辆经过，你几乎可以悠悠荡荡地在马路中央上跳舞。我第一次察觉到那名陌生男子，是在当我开始掉头回家的时候。那时我已经走在了公园对出的大街，他就站在街尾那儿，在白色的街灯下跳舞。他的舞姿非常奇怪，你可以说他是类似华尔兹的舞步，但他像个患上癫痫症的病人病发时不受控的抽搐。他每跳完一段舞，便会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向前滑一步。我好一会儿才察觉到，原来他正朝我站的位置慢慢地逼近。那时候我没有想太多，以为他只不过是一名寻常的醉汉，就继续向前走。当我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我才发现原来他看起来是异常的奇怪。他的个子高挑，身形修长，穿着一套松垮破烂的80年代西装。他跳得越来越近，近得我可以看到他更多畸形古怪的细节。纵使他手脚的舞姿变化万千，但他却好像中风的病人一样，头颈扭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，仰望着漆黑一片的天空。他的眼睁得很大，猥琐地向我斜视，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。我看见他的笑容和眼睛，便立即匆匆地走到对面街，总之离他越远越好。可当我走到对面街时，我回头一看，我被吓得立即停止了步伐，呆若木鸡地站在了原地上。那个男人的位置现在刚好和我平行，他面向着我，停止了那些诡异的舞蹈，但他手脚仍然维持着古怪的工字形，头继续仰天，而他那张笑容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疯狂，两边嘴角几乎拉扯到了鼻子的高度。不安和恐惧开始在我的心里萌生，我不敢跑走，害怕这样反而会激怒了他。我继续向前走，但视线一直落在他的身上。当我确定自己已经抛离了那个男人至少半条街的时候，我回首环顾了前方的街道，焦虑地发现整条大街仍然是空空如也，而且距离我家的位置还有三条大街的距离。我再次回头望向对面的街，寻找那个男人的踪迹，发现他已经不在那儿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那一刻不禁松了一口气，但当我再仔细一瞧，却发现他就站在我的身后。他站在离我不到10米的位置，躲藏在了树荫下，仍然维持刚刚的姿势面向着我。我确定刚才没有听到任何的跑步声，但他现在的位置和之前至少缩了20米。我被他突然的逼近吓得不知所措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他一个箭步的朝我飞奔过来，我被吓得动弹不能，双脚好像被冻结在了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男子那张疯狂的笑容和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以为自己死定了，但当他跑到离我只有1米距离的时候，却猛然停了下来，仍然
仰望着天空，仍然疯狂地微笑。那一晚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夜晚散步了，甚至不敢独自外出。即使时隔多年，他那张疯狂的笑脸仍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我可以和你们担保，那个男人没有喝醉，也没有嗑药。他那种舞蹈，那张笑脸展露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病态，纯粹的疯狂。而这样的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。欢迎评论区留言，谈谈你的看法。本期结束，下周不见不散。在每期结尾增设了一个小板块，怪谈协会，鬼叔会从粉丝投稿中抽取来讲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奶奶是前几年前因为尿毒症去世的。奶奶走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妈告诉我了一件事，说是奶奶告诉爷爷，爷爷再告诉我爸的，一直没敢跟我说。在奶奶病加重前的某一天晚上，爷爷出去散步，不在家，奶奶自己在屋里睡觉。醒来后发现满屋子里都是人，但是一个也不认识。可实际上，当时屋里却只有他一个人。